第一次选人会不会紧张？我超紧张的，对啊，我只有选过飞，没有选过人。小小波哥，前次刚好一直有提到你，优秀选手，哎，优秀，哎呦哇，前几次提到你，哎，我用鸡蛋的话，就是除了运动表现以外，像你。球速快，控球又好的，那很少见。像我们这种两个都好的不多了。对啦，对啦。好的，对。对。还不止，还加个颜值哦。好，对对啊。对，幽默。Lucky 他是左撇子，哎，我记得小小郭好像有跟 Lucky 合作过，是不是？有做过，对。对，应该对他也蛮熟悉的。他的投球协调性不错，所以各方面的应该还是可以期待。不过他可以跟小小郭一样是左投，哎，对啊，左投左手是金，右手是银啊，左撇子有在运动场上有优势，对，而且薪水也比较高，应该有这件事吧？高，薪水比较高，你薪水就很高，没有没有，薪水比较高吗？有真的吗？现在没有，什么领队的投稿费，左撇子比较高，应该没有钱姐高。杰哥是最高，杰哥超安静，默默的躺枪。紧接着欢迎的是 Zin， 26岁，178公分，68公斤，台北人，以及张家生，24岁，178公分，67公斤，新北市人。是张家生是这一届唯一有国手资历的，没错，艺人选手。哇，那很期待他是不是有可能去挑战那个小乔的纪录？对，应该是要挑战我的纪录。你什么记录啊？开刀最多次的记录。简简这样讲，然后哎，开刀8次，8次，9次，很鸟啊，记录了。对啊，这蛮难过的。对啊。阿林昌，你有看好哪几位吗？我看好那个颜值的部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我们才是那个颜值担当，他说的。颜值我们两个就够了，其他的我们要认真教一下，我们红队压力很大。对，没错。对不对？嗯，大家都蛮期待我们。对啊。刚刚他就说为什么前天登场会有掌声，我就说没关系，就是掌声之后都是我们的。对，之后就是大家给我们安慰的那种掌声。不是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我们的呼声在网络上很高的。对对，是，要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都要加油。会丢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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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你待会拿哪一颗我就。没有没有，在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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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没没热身，我们讲这句话就两只嘛，后腿要发力啊，一步就可以了。哇！70小曹的记录，你应该是轻松愉快就破了吧？那是应该是非常远的距离，他那个是算很有天分。对啊，我们刚才没有热身就大概60几，是吗？还有没有热身就60几了？那你到底值多少？我刚才丢66了，66而已。不愧是站上世界的男人吗？还是让他有一些记录保持。对了，不要跟学弟在那边比这个。对啊，我们家那么多奖牌了。女子组第二组的成绩出炉，没错，我们第一名就是林玉书的14秒80破纪录的成绩。玉书破大会纪录，哎，14秒80比黄慕言的大会纪录还快了0.33秒，真的是非常感动啊！第四季也有人破纪录了，真的太强了。前几次让给我吧。已经开始要让了吗？抢人哦 ！OK 啊，你只要猜拳猜赢我的话，哎，说到猜拳，杰哥这边，你要有点士气，为自己鼓励啊！昨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？没有没有，第四季会有所转变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对，因为为自己打起鸡血，变数会很多，对吧？是啊，加了一位新的那个生力军领队加入，还是一样玩猜拳吗？郭哥该不会有特别去练猜拳吧？没有，我只有练乌龟龟叫。因为小郭是第一次来全民运动会，他开始挣扎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学啦。哎，其实就跟你们棒球投手一样啊，像你
球速快、控球又好的，那很少见。有人就是球速快、控球很烂。哦，这我知道是谁哦。谁？像我们这种两个都好的不多了。对啦，对啦。好的，对。对。还不止，还加个颜值哦。对对啊。对，幽默。我常说了，投手又快又准就上大联盟了啦。有人快但不准，有人呢很准但很球速很慢。是。选择的方向哦，第一就是协调性。敏捷吗？算敏捷，大概就两个方向前去选，然后再來就是颜值跟身材。没有了，我们现在状元是谁？壮壮哦，不是，别，应该是洪轩，或者是各屋孝太，或者是夏普阳。我们刚刚把三十个人都念出来了。女生的话，可能就是大家应该都会选 Lucky 嘛。对啊，然后玉书嘛，这两个是应该大家都会比较想要去争的。然后我们就是哦，慈玉还有慈玉，还有静心，对，陈瑜，反正所有的决定都是 Rina 跟林江在做决定。就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大多粉丝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他们。不要害我们。我觉得折完跑应该就可以看出蛮多的。然后躲避球最主要就是看他们在团队的这个传接球的那个能力，对啊，这个看会比较精准一点。波哥第一次选人会不会紧张？我超紧张的，对啊，我只有选过飞，没有选过人。国哥在偷看哦，啊，你是刚在偷看？我哪有你看我，你有看我躲起来吗？没有，我看我光明正大的看啊。对啊，不会啦，他们也知道我们要选谁，我觉得大同小异啦。好，我们三二一把最后一轮给秀出来，三二一，很可爱。我们现在在最后一轮，三个人都选择一样，是好，那就是运气了。好啊，钱姐该是没抽，我该没有抽。对，那钱姐先抽。好啊，钱姐先抽。好啊，随便拿的啦。逼啊！郭哥新加入了新血，郭哥快点啦！因为他毕竟带领了三队嘛，三季嘛，三季的垫垫底嘛，我不是没有垫，只有两郭哥只有两队，也没有垫。杰哥，好不好？运气取之于在你，我吗？对你如果抽 B 起来，那我就是 A 啦。OK， 好。不要乱哦，旗子不要乱掉，杰哥相信你自己。刚好是翻译。好，那我们就用我们的能力来继续训练我们的智宇，好不好？漂亮，就不用抽了吧，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就是。哎呦，运气真好 ，A 耶！来，我们最后一 round， 请开牌。这是该我了吧？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啦，希望他们在锅底都可以能够反弹。对啦 ，OK， 好，多靠练习啦，来吧。谁抽？难得黄队进来都没有什么福利。哎，好了，所以就是看这个了。一翻两电影，我先抽 A 出来。好，就让大家好，赶快把这个。你再抽 A， 我就给你拍拍手，真的。加小郭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快点！漂亮，这是 A 吗？对，就是因为他中文比较不好，所以很明显他觉得好。陈姐，我来吧。对呀，对。好了，加油啦！希望你可以抽一个好的，刚才都没有抽好。哇！哎，哇！要帮忙选吗？哇哇，钱姐，哇哇，好开心哦！哇，那个选对最困难的时候，对，当初你选我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艰难？哦，你说那么优秀，我要放哪里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很难选，我就是想说，开
一定有一个优势，然后我想说他个性啊，然后又体育系的，所以想说经过训练之后身材应该可以被雕塑的，就他个性真的很坚毅，从第一集到最后差不多就这样，差不多这样子。没事没事，我现在又再胖一点回来，没有瘦很多耶。对啊，小小夫哥，对。前置小航一直有提到你，哦，是吗？那是这样好的，还是错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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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优秀型，优秀，优秀，哎呦哇！其实一直提到你，哎，我用肌肉的话，就是除了运动表现以外。你不是我的观众，你就好了。其实我有点紧张了。OK， 其实在我们运动员的生涯里面，我从来不是天才型，但我是最苦练的。所以你看我才开了那么多次单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在我的队伍里面，我只要求一件事情，练习的时候我们尽心尽力的投入，比赛他们就看不到我们车尾灯。OK， 加油。好的，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经过了测试赛，经过了选秀会之后，要正式宣布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红蓝黄队正式成军。郭哥最棒的是他今天还是从台南上来，对啊，对，所以看到他就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，很赞。你看冠军多好，哇，小哥，现在，明天先发，给你去，完全做自己，因为我们是全明星嘛，总要给他们一个明星赛的待遇嘛，所以第一天又刚好在桃园嘛，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不要早上这么累。提早先来饭店休息，所以我们把一整层就包下来，希望我们明天可以拿到 MVP， 然后三连胜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输的话，我会跟他们收取房费。怎么把我们烧成这样？来了，好球！对，好球啦！对对对，来对来对来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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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感谢，很舒服啊，很舒服。那明天加油啊！好，小的，好，放松，没事的。来跟你打个招呼而已。好，我想问关心你到了没有？是是是，好，放松，记得吃饭。好，谢谢郭哥。正常包的，再包我们那个鱼。一样提醒大家一个点哦，比赛中你们如果第一周因为这个鱼在拍或干嘛太兴奋。记得收回去，好，好吧，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控制的，跟那个最近我主管那个对方，所以在场上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在场上这样子讲一下，好，因为他比较，因为我们是全明星嘛，总要给他们一个明星赛的待遇嘛，所以第一天又刚好在桃园嘛，所以我想说让大家不要早上这么累。提早先来饭店休息，所以我们把一整层就包下来，希望我们明天可以拿到 MVP， 然后三连胜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输的话，我会跟他们收取房费，就这样。等这么难吗？哇！全明星林湘比基尼剑客太香了，郭宏志我代表台湾，千姐不屑回呛。开始玩笑，享受比赛，宏志，宏志加油，宏志。跟你们说，我代表过台湾很多次，好不好？哗众取宠。
全明星运动会休兵日，红蓝黄三队来到台中力宝乐园，不只有领队厮杀场面，连队经理都聊了可以上场比赛哦。对，其实沙子还有点烫啊。可爱，没事，按脑一下，按脑一下。快暂停！钱姐帮黄队喊暂停呐、啊。你们赢，游戏也要赢，不放放。好，是，好，来一下，来，小妹妹，一边，哦，小妹妹，一边吗？你们，上，加油，来！谢谢。等一下，我要被上打了。哇，这一次没有了。现在你只会脚是不是？前点路。这个真的要收很多力了哈。对，因为刚好顺风。哇！这个前滚翻。哇！请挥。好，接下来轮到的是黄队的飞棒连虾，往前。是，稳稳的站起来，跳一下再跑出第一步。好，轮到蓝队的第三棒黄宏轩。哎呦，笨死了，怎么那么快、啊？还跟我说他有多厉害？会。沙普亚一鼓作气夺冠，沙普亚。三秒之后会冲过去的，沙普亚。三秒之后会冲过去的，沙普亚。泽嘉森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跨栏王者，谁才是跨栏王者。对，你这只慢乌龟。好害怕啊！不要害怕，郭哥，你说有？阿香宝贝。跳落去，跳落去，大家欢喜。可能这么难吧。我就怕了，那不行，就别人口吃屎。小杰不是最搞笑的，小杰出发了，小杰出发还不错，脚步很稳。等这么难吧？全姐在这个座中单上单下，而且这次全姐要自己上了。当然，小小郭也输完不输阵呐、啊。小小郭也登板了，赶紧把自己换上场，跟全姐对决。没过，我有郭宏志扑身救球，对啊，怎么回击挂我？看球，在哪里？大家不想结束，你看。哎呀，これ好き。1、2、3，阿西亚 baby。其实我们大家都问过郭哥，我们说，哎，阿西亚 baby 那个阿西亚到底是谁？阿西亚 baby， 意思不明，意不明。郭哥跟我说这是日文，但是日语没有这个阿西亚 baby 这个词。郭哥，我想问你，那个阿西亚 baby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幸运女神的意思。幸运女神，有关于日本，你看过什么？没有，那是在希腊。哦，希腊。郭哥跟我说这是日文。录到现在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很想知道我们的口号叫做阿西拉 baby， 就是那个阿西拉到底是谁？其实我们大家都问过郭哥，我们说，哎，阿西拉 baby 那个阿西拉到底是谁？然后郭哥就说他也不知道，他就觉得念起来很顺，所以郭哥就是这么的跳痛，他只有前面30秒会跟你认真，后面30秒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话。所以 maybe 我们下次的口号就变成 Angela Baby 也是有可能的。对，很多人都很想知道，对不对？对，麻烦去问一下郭哥，我们可能下次换什么。郭哥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郭哥跟我说这是日文，但是日语没有这个阿西拉 baby 这个词，我就觉得郭哥在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一开始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就是很好听，就变成我们的对行，对，就 1、2、3，阿西拉 baby 这样子。
但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蛮好笑的。对。郭哥跟我说是从他去歌舞伎町去学的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我有去过歌舞伎町，就是去那边吃那个居酒屋。对，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吃居酒屋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也没有听过阿希拉 baby 这个词啦。对，所以我也蛮好奇的。听不懂的呗？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也听不懂，郭哥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。我再讲一次，大家试着去听听看。阿希拉 baby。意思不明，意义不明，希望可以在全明星最后结束的时候找到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我本人也会交给你了，麻烦你了。好，交给我。郭哥，我想问你，那个阿希拉 baby 是什么的意思？就是一个幸运女神的意思。幸运女神，有关于日本，你看过什么？没有，它是在希腊。哦，希腊。对，在希腊，就是一个古代的女神，然后她其实蛮保佑，就是我们在就是各个项目上、运动场上的一个好运这样子，就希望我们保佑我们可以全力以赴，然后不要受伤，然后把自己练习的时候成果都展现出来的。阿希拉 baby。阿希拉 baby OK， 阿希拉 baby OK。希腊女神给我们祝福，身体健康，然后运动快乐 ，Yeah， 然后收视长虹 ，Yeah，Peace up，Peace up。好，谢谢顾哥 ，OK， 谢谢顾哥，谢谢，西米罗，加油！今天是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带她出来两个人的那个浪漫的约会。就我们两个而已，但还是要带另外三个，是我老婆，我们叫她小静姐。台湾都在笑。等一下吃意大利面跟炖饭，意大利面跟炖饭可以减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可以。为什么？不要吃就好了。吃牛排，其实我觉得住木栅蛮舒服的，你上去感觉蛮像国外的，感觉没有那么挤啊。对。然后去那里都要开车。我们今天要去吃木栅一间蛮好吃的意大利餐厅了，我第一次吃，从网路上看到的。但因为我老婆小孩喜欢吃炖饭，所以我们都会找一些炖饭。你知道我的生日礼物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台吉普车，好不好？我工作那么辛苦，我可以要台吉普车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当面拒绝我，这样我就不会再问了。我可以要台吉普车吗？臭妹妹。你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吗？刚才没轮到妈妈讲话，妹妹已经讲话。你还没回答？啊？当着大家的面前讲。我会不会换一台吉普车？你有拍过啊？没有刀子。不用给他刀子，现在这时间就没有资格给他刀子。这是谁点的？妈妈点的。妈妈，你这才叫热量高啊！你知道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有多夸张吗？手机里面太屌了吧！帅不帅？帅，心动吗？有点心动。